远景拦查可疑车辆，手持甩棍，喝令驾驶下车。你再不开我，我要破门哦！车屋拉开了，打开，能打开。只见男子拒绝乖乖配合，说什么就是要待在车上。警方强硬执法，重重砸破车窗玻璃。你去洗我，洗我。原来驾驶先在路口违规闯红灯，被巡逻员警盯上，快打警力到达，把对方团团包围。靠近一闻，发现他身上满身酒气，酒测值一量。好像是违规被拦，然后不下车，因为可能警察怀疑他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才不下车，所以就不直接破他窗。十号傍晚5点多，嫌犯喝得醉醺醺，行经西北市三重，拒绝拦查，赖在车上和警方僵持，酒驾加上不服取缔，最高挨罚36000元。但是该车仍持续往前移动中，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那本所员警呢，怕驾驶做出其他危险驾驶或影响周边民众安全之行为，立刻破窗制止。除了罚钱，嫌犯也涉及公共危险罪，被依法送办。这个中秋夜驾驶酒后开车上路，幸好没有波及无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